怎么样看？哎呀，哥有啦，阿娘，真正是我爱讲的，你的正义感伤过多啊！有的时阵人爱替家己想一下，我若是无替恁想，恁敢有今仔日做大国有通要做？我敢有今仔日一世的荣华富贵？所以讲一句较坦白，你敢会感谢我？你敢有想过？想啥？敢会感觉你心肝不安，良心艰苦过？啊啊啊啊啊！我真他妈倒霉！我若良心不安，心肝艰苦，我早去跳海啊啦！我会等到今嘛吗？讲话啊，荣华富贵才是实在。小阮阿爸我嘛曾经说过，飞天的人已经死了嘛。讲出是伊给我饲大汉的，后摆买房找伊十五摆，把我给摆啊青草的。免讲你咧讨什么人情？你敢毋捌听过讲一句话？讲啥？人性难回，永远都袂转来。袂转来好啊，转来要叫我后脚吗？飞天人搁走啊啦！爱顾生唔通顾死。好吧，那着这句话，顾生唔通顾死。你细汉死老爸，老母教你不严。你细汉无人教，你才如此幸福。你是某人教导你，唔知什么叫做人情义理。故意的名，忠心为父，忠孝为母。无人教吗？那这兄哥教，你是外高教啦。阿娘拢教教我，你教教我，我袂跟你讲阮遮尔济。阿娘，你后宫等我，我要转来吃我的物件，甲你这废话。左右转啊！呆！你真正要死啊！伊闹，自细汉拍到大汉，阿娘拢敢拍我，你敢拍我？就是无人拍你，无人教死你，老母好你先苦命，再无人教你怎样，好啊？咱爷开封，竟然无人敢下，换我，没错，就由我动手。大哥教小弟，无人敢甲我安怎？大哥害小弟，来人啦！来，你叫何良人？什么人？阿爷，我真忘记了。什么人？都别敢叫！Thank you.